我现在来介绍的是极限的一个基本的观念。首先的话呢，我们来建立一个数列的极限的观念。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黑板上面所说的这个用大刮胡来表达的一个大刮胡 a n，然后右边是 n 等于一到无限大，它是什么意思呢？它代表的是一个数列。何为数列？就是 一堆数排成一列叫做数列。现在我们来看看它怎么定义的。a1 第一个是二分之一，2, 第二个数字是四分之一，4, 第三个数字八分之一，8, 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一直下去。那么我们来这么说了，我们能不能够找得到它的规则呢？an 就是二的 n 次方分之一。 第 n 项就是二的 n 次方分之一，这个让我们想到一个以前的一个古老的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有一根竹竿，它的话呢，长度是一，我们一天砍掉一半，每天砍掉一半，每天砍掉一半，请问我们那根竹竿会不会不见？有一天的话呢，会变成没有了呢？应该不会，它永远永远都会有前一天的一半。 那么我们这么说了，虽然它会永远的一直都存在，不过它会一直会往哪里靠近呢？它会无限的往零靠近。于是我们的话呢，就建议各位同学的话呢，要记下这个符号。这个符号叫做 limit，l-i-m。I、M, 我们的话呢，后面的话呢，我们是全全名是 limit。limit 的话呢，这个符号的话呢，下面的话呢是。 告诉我们说，谁往无限大走呢？当 n 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这个数列 a_n 会往哪里靠近呢？会无限的往零靠近。这就是我们的极限的符号与基本的观念。那我来介绍一下函数的极限的的状况。来，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图。下面的图，这个图的话呢，代表的是说，这是一个函数。 那我们的话呢，怎么来看呢？我们来看的话呢，当 x 趋近于零的时候，当 x 一直往 x 零靠近，那么 y 呢，会越来越靠近谁呢？会越来越靠近 l。于是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怎么说呢？我们就可以写出一个式子，叫做 limit。当 x 趋近于 x 零的时候。 它的 f of x 是趋近于 l，那这个的话呢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写法，其实它的话呢会有很多很重要的、呃、严格的的说，那我们的话呢就大概的话呢是介绍一下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观念。那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步骤，我们来举一个例题，让各位同学比较容易了解函数的极限。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函数的话呢，它假设定的是这样子定的：当 x 是三的时候，它就固定就是二；如果它不是三的时候，它是一个这样的等式。因为的话呢，当然 x 不可以是三，因为 x 要是等于三分母就会变零了，这样子是不行的。那么我们的题目的话呢是这样说的：当 x 是往三靠近的时候，请问 f of x 极限它会趋近于多少？ 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三，那这个是会往多少靠近呢？那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实验，往三靠近，我们的话呢可以这么说了，向三来靠近的话呢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的话呢是比三大的方向，一个是三以下的方向。我们来试试看，如果的话呢是这样子做的，三点一，三点零一，这样是不是越来越靠近三？ 我们再来看一看左边，这边的话呢，假设是二点九，这边是二点九九，是不是越来越靠近三？来，我们来看看 f 的它的值是多少？因为它不是三，我们要带上面那个数字。来，看，我们来看看三点一带进去，我们的话呢计算一下，我们发现是这边是六点一。三点零一带进去，三点一零一的平方减掉九。 除以三点零一减掉三，3, 我们可以拿计算机按一下，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多少呢？六点零一。再来看左边，二点九进去，两边的话呢都带进去是多少呢？二点九进去是五点九，这边的话呢是五点九九。各位同学猜得出来这个极限值是多少了吗？ 从右边靠近，它会一直越来越靠近谁？从左边靠近，它会越来越靠近谁呢？大家来猜得到了吗？这题答案是六。简单的说，这个的极限值是多少呢？是六。也就是说，我来写一个算式：当 x limit x 趋近于三的时候，f of x 是多少呢？这题答案是几？这题答案是。 六，函数的极限观念，我们就到这个地方。